我猜你们都看过哦。现在的小孩子知道阿凡达吗？啊，对了，我染头发了。Hello， 要吃饭了啊？先吃，先吃。现男生比女生还会拍照。这个时间，按个订阅。孩子知道阿凡达是什么吗？记得我看完这个都有多少年了，15、2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我现在在电影院，但我不是来看电影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给你们看，这个阿凡达，它要上那个复刻版了，就是还是之前的电影，但是把那个画素还是像素用 4K 重新再包装一下，制作一下。我就想说，我查了一下，阿凡达是2009年上的影片，我猜你们都看过哦，你们丹丹也看过，然后2009到现在是14年。13年，对对的吧，13年前，好吧，就等于看过这个电影的现在都大了13岁。那现在的小孩子知道阿凡达吗？我就想说，然后现在马上要上这个黑亚当，好像也不错看啊。对了，我染头发了，终于不是布丁头了，嘿嘿。然后现在你看，我还是背的电脑，然后现在要去找个地方工作一下。看这边排队的，看到吗？排队的从这里哦，一直排到了那边，全部都是排队的，超夸张。算了，还是看一下101吧，下面太可怕了。今天的胆大，有点凉了，我毛衣都穿上了。Hello， 好了，去工作。和老公分别工作完，后面去吃晚饭。今天也是吃了一家不错的餐厅。太难了，这个停车场，这边已经是6个充电桩，全满。这边是8个，9个充电桩，全满。挺好啦，我们稍微等了一下，现在要去吃饭了。看这个公园，还有这个廊桥，这个树叶都下来了，挺舒服的。今天吃个古早味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家？哇哦，这不是我最爱的。Hello， 特价的这个港式冻柠茶可以调甜度。你要冰吗？冰的还蛮好卖的。这种珍珠鸡啊，这荷叶饭。那你主食是什么？点心怎么会是主食？点心不是有面吗？叉烧包。对啊。我碰到点菜我就头大。波士饼。那我觉得还不如那个烧饼。啊、那我觉得还不如那个烧饼呢。什么烧饼？刚你对啊，点餐的事情都不是我的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脑袋大，脑袋转圈圈，我不行点餐，而且再碰到这种这么厚菜单，比翻书还困难，还不如让我翻书好了。要吃饭了啊，先吃先吃。先吃多少？每次演大肚子小的都是。我们点了一壶那个冻柠茶，然后一壶的，然后我把那个柠檬也放进来，然后我刚说的就是，我说这些。老公，这句话你听出什么意思了吗？可我觉得这好难吃哎，这个好难吃。你得要推出来去工作。对啊，走哪都带着电脑。啊？香港叫两个点心一壶，好吃一天。广东人也是啊。
我来台湾以前有没有吃过萝卜干？哎，萝卜干广东有吧？没有。好，那我讲错了，是我说的。哈哈。那我就加。今天穿毛衣好热。我穿毛衣很难受。是一个地方的。你不要尊重一点吗？司马虎啊。还有什么红枣也会不要，我要喝就喝芝麻糊好。这个以前也没有吃过，叫虾松。松是哪个松？松狮的松。哎，你帮我一下。解释一下，虾松就是虾的这个放在这个里面啊，可以了。没有菜了。可以了。没有菜可以包了。超级爽口，还有这么多啊，那茶还很多。哦，对，它刚到肚子呢。小朋友画的耶，哇，好可爱啊！看到男生好会拍照，现在男生比女生还会拍照。